谢。好，我们要请到我们的洪老师，洪敬尧老师，请做讲评。先说王灿好了，你选了摩羯剑胚哈，那我觉得今天王灿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，因为你在前面的这个戏份，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内心戏的，反而比较空出很多的空间，让我们可以听好好听你唱歌。那我会觉得在你的整个的表演当中略显平淡了一点，就是你唱的比较平淡，特别是在第一遍歌的整遍下来，其实我发现如果说你在一开始进来阿嬷不知道，但是一般的很多事情，这边其实你应该就是开始要有一点那种语气在里面的。那我会比较偏重在你第一遍歌唱的比较平淡，所以会让我觉得可惜了一些。可以给你一点建议，就是说像这样的情歌它其实是很经典，那你在字句之间的那种口气的绵密度可以唱绵一点，就是让它字与字之间不要太有断掉的感觉，如果这个断的不小心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呼吸，就是在一些不该地方的呼吸的地方你却让它有呼吸点，那这样就不好，听歌人可能就会被打断，好不好？好，给你点建议。好，然后呢，罗平，我觉得你今天就是一个唱跳男神，精力旺盛，从头唱跳把它很一贯的唱到后面。我也非常喜欢一些在音乐上的表现，比如说你把两首歌接在一起，那特别这种舞曲就是它的 beat 是一直一个速度到底，所以直到你唱了粤语的这个部分，我们才发现，这是两首歌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跟点的，也是给我们最惊喜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如果在唱歌的地方可以给你一点建议，在唱粤语的时候，这个好像你唱的那个一开始出来的那个，突然会让我想，罗平现在在唱哪一国的语言？就熊熊抓听不懂，有那种感觉，但是我认为那个是在一个节拍上面可能你有稍微赶了一些，所以那个咬字没有那么快的就咬出来，所以会让我们在拍子上面跟一些的咬字的听觉上有一些小错觉，所以多多加油。好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林隆璇老师请。王灿今天是歌有个舞，因为我觉得你今天虽然搭配舞蹈，但是你的歌今天唱得很稳定，而且你的眼神跟歌曲搭配起来，我觉得让人家有一种安全感，就让人家觉得这个男生有一种给人家给予的一种温暖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你刚刚在表演的时候整个给我感觉是让我觉得很放松的，我蛮享受你的表演。而且你今天的声音，我特别发现你的咬字比以前来得更好一些，好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谢谢老师。那罗平呢，我觉得你在转圈跳的那时候就让我想到那个蚱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那跳，你弹力真的蛮好的，你应该也会打球对不对？有，常常在运动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好，如果说王灿是今天歌优过舞，那我觉得你今天是舞优过歌，因为我觉得你在跳舞的那个精神很棒，可是我刚刚有试着低头，我就觉得你在唱歌的部分，我觉得就是那个口气的部分可以再多一点点，因为你知道，特别是我们分心在做跳舞或做别的事情或做表演，唱歌就会变成他只是唱歌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唱歌其实在传达我们内心的一个故事。但我觉得你今天的跳舞就很棒，就是说今天是跳舞的男神，那今天是唱歌的男神，两个都是男神，请继续加油呀。谢谢。首先我们来看王灿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90.8分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看罗平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今天将两首不同的歌曲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，罗平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数是70、80、90、90、91、92，小数点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，恭喜得到92.4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恭喜两位了。